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七月九号嘅《啤李晚报》。咁今日咧，我打算用极速嘅速度做完个节目，咁啊八点钟收工啦。咁其实我如果八点收工咧，早啲食嘢，早啲翻去咧，就时间争好远噶。有陣時爭一個鐘頭，爭一個鐘啊！咁希望咧，即係嗱嗱聲沖涼、屙篤屎之類之類乜都好啦。咁啊，十點零十一點咧可以恰落去眠一眠啊！今晚咧，即係唉，老實講，究竟係深夜好波定深夜西波咧，都難講。咁你都要睇噶啦。OK， 呢啲你唔睇，你睇咩咧？係嘛？好啦，咁啊，由先咧，咁我咧就喺度即係忙於準備資料，仲要最後衝刺嘅時候，聽見咧有個客人咧就同阿十三妹喺度買嘢之餘就閒談啦。咁佢話乜嘢咧？屌你老母而家！呢度係淨係你哋有消費嘅，出邊係唔會有消費嘅，咁我冇理佢啦。跟住佢話：屌你乜稍為有血性嘅人啊！老實講啊，都唔會屌你老母喺香港用錢啦、啊，廢撚事益鳩個政府啊！屌你老母，等佢個老辣大支嘢之如此類。我真係想出嚟同佢講：喂，你個老友你搞錯，你唔好話淨係我哋呢度有消費，出邊冇消費，係我哋呢度都冇消費嘅。你千祈唔好搞錯，即係老實講。我哋就絕對唔能夠為一時，我成日都咁講啦，生意唔好嘅日子我經過好多。我亦都唔會咧，因為生意啊，佢又話做好多錢咁，又好開心，我就冇呢樣嘢，因為我即係預計啊，你今日好生意，聽日咪唔好生意咯，成日都係咁啦，生意嘅嘢。咁但係而家呢兩個月俾我哋嘅感覺係乜嘢咧？就係真係咧，我諗其他每一個行業嘅朋友都喺度度啊。嗱，有啲咧嗱喺度度咩咧？就係繼續做或者點樣做，做乜嘢啊？咁啊譬如我哋有條件度嘅，嗱有條件度嘅，度都有條件嘅喎、啊，即係有好多朋友，我所知道咧，甚至乎咧去租鋪，即係一個啊單拖做生意啦，或者雞爺仔乸啦，喂想收皮都唔得嘅喎，唔係你諗到話拉埋閘就走人嘅喎，即係你如果你真係想清清楚楚唔欠人哋嘢嘅話，即係呢個真係好凄涼啊！咁但係呢個政府咧喺度搞乜嘢咧，你真係唔知嘅，屌你有冇揀熊貓？要特首親自去，係有人話咁唔係嘅，咁特首可能真係去到啊、四川咁，你真係識下，即係講交朋結友，你知啦，佢係差人出身，又咪唔係好識得多其他嗰啲，即係啊省市嘅領導，咁於是乎可以為香港招下商啦。即係我諗起都悲哀啊！聽見啲咁嘅講法，嗱，我當係真就好較好啦。我唔係話即係依賴經濟度度都好啊，即係度度你都想即係要拉攏啊，咁但係。我哋偉大祖國而家經濟情況係乜嘢情況？喂，又或者你之前你講嘅咩東亞區啊，咩大咩咩嗰啲，喂大佬拉攏咩出嚟啊？係嚟嚟去去有個冇米粥，就係呢個杜拜王子。誒、哎，仲未嚟喎。嗱，呢個話明係冇米嘅粥啊，其他咧，唔係呢個有米嘅煲唔滾啦、啊啊、其他啲咧，你講埋咩屌柬埔寨、屌緬甸，你搞乜嘢咧 ？QQ 樂園咯，係嘛？喂，即係講真。屌你咪三歲細路仔都知啦，你中意唔中意都好，喂人哋爛船真係爛船都有十斤釘啊！你講到經濟環境幾唔好嘅歐洲，幾唔好嘅美國，幾唔好嘅紐西蘭、澳紐，喂人哋啲先進文明國家，喂全都係有水嘅，起碼民間有水啊！屌你咪真係我唔知搞乜撚嘢，咁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喂我諗咧各位朋友啦，係嘛打工嘅又好啦，即係更加要珍惜份工啦，然後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樣樣都加。樣樣都加，明明有啲嘢可以唔做嘅，即係政治上。咁你喺諗下佢哋做決定嘅時候，等於我哋呢一個咩咩房屋局長叫咩啊？嗰條短頭髮嗰條叫咩名？何永賢。何永賢就話：啊，相信市民負擔得到，我都相信負擔得到，夾硬負擔實負擔到㗎，辛苦啲咯。即係老實講，政治啊，你哋呢班友坐埋喺嗰個行政會議，我相信佢哋當佢決定跟住個機制加價嘅時候，一定亦都有入邊喂。我呢個時候有人提出加價。呢個時候提出加價，喂係咪唔係咁好啊？一定有人提出，即係你點樣諗衰佢哋都，喂！但係跟住就好快又話，喂都係唔好啦。總言之，按機制，因為機制喺度啊嘛。屌你有冇人係生啊？如果係咁樣整好曬、定好曬經濟，我唔使屌你唔撚曬啲官員啦，我全部用即係整用公務員搞緊掂啦，係嘛？屌你老尾，好啦，我哋逐樣講先。但係你喂快速，第一咁啊，商經局琴日咧。就話會再修訂呢個版權條例。嗱，呢個修訂版權條例入邊最重要一樣嘢多咗咩咧？就有完善條例中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嘅保障。咁啊，下禮拜一開始展，唔係下禮拜一啦，應該係前日啊，哦，尋日添嘅七號啊嘛，今日八號啊嘛，啊，
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咁亦都有多場嘅簡介會啊，諮詢業界。咁八月舉行公眾論壇，其實我認為係呢啲新聞一出到嚟嘅時候就已經話係琴日舉行，我已經太慢，但係都唔緊要啦，都叫做做足過場啊。雖然我真係覺得而家啲咁嘅公眾諮詢啊，咩業界簡介會啊，究竟有冇人去留意，有冇人去報導，我都好懷疑嘅，係嘛？好啦，嗱咁啊，呢個冇乜特別嘅，因為而家啲修訂後嘅版權條例咧，主要咧就係針對咧啊人工智能對文本啊數據開採嗰個版權啊，即係所有產生呢啲嘅，譬如錄音啊、嚇啊影像啊、嚇咁都係喂，究竟係我有即係呢個人工智能生成嘅作品版權究竟係點樣咧？嚇會唔會有特定嘅版權豁免咧？等等咧，咁其實全世界都已經有備曬呢啲法例嘅嚇。咁啊，等住我哋呢個禮拜啦，我哋即係我哋都會面對呢個問題㗎嚇。好多人會擔憂。啊！有啲人係認為人工智能唔應產生嘅係唔應該有版權，咁但係咧，亦都有個四就係話，因為我俾一啲指引去產生咗呢一啲咁嘅嘢，咁係咪應該有版權或者有限度嘅版權咧？咁就我諗佢哋應該唔會甩掛喺呢一方面，因為人哋外國做好曬嘅呢啲，照抄得㗎啦。係咪要告中環海濱個主辦單位啊？嗱，嗰度我哋慢慢講。抄鳩人哋嗱。又係咪抄呢？我真係只能夠咁講啦。嗱，你而家睇翻曬成件 case 咧，喂呢一間屋個主辦單位咧拆展方啊，喂唔係細嘢嚟嘅喎，堅嘢嚟嘅喎。即係我只能夠咁講啊，閪病毒嗱，你話逐啲都好，喂有啲嘢我哋唔使諗咁複雜噶。喂揾到呢一個咩 CVM 啊，我睇下先，屌你 CMV 啊，定我睇下先呢間公司啊。喂，有料到個 CVM 啊嚇，喂。他是城中即數一數二的做這些即是event 的主辦單位，包括我們回歸啊，1997年回歸啊，澳門回歸啊等等都是他做的啊。作為三個有三個外國人的公司來的啊，哇好多，跟住2003年啊維港什麼會啊，好多好多，我們啊維港對生活都有關係，咁他們做的不是什麼的，但是即是說他們是認受到的，我不會怪任何人的，我不會怪他們的，我只能怪閪病倒，你總言之嗨過香港這個字就會閪，你更厲害都沒有用，你找什麼人來都，你現在老實說你就算找到什麼最紅啊，最紅我不知道什麼歌手什麼來，你香港你都會屌你有什麼台啊，就是閪病倒，美斯是好例子啦，是不是閪病倒咯，球王啊美斯啊都可以這樣的，你根本就我再完全不會怪那個主辦單位事，他就是閪病倒啊、因為點解咧？嚴格嚟講咧，除咗我哋呢啲啊，即係真係會好笑咧，嗱去認巢先，嗱、起碼去認巢道歉啊！啊，第二就係、咁你真係好多香港人咧，即係嗱，我哋公道啲講啊，好撚開心冇玩得，跳嚟跳去啲僆仔。咁當然你話喂，屌你冇使咁撚多錢，咁而家政府唔使使錢啦，政府仲有錢收喎、有租收喎，冇使錢喎、啊咁啲僆仔見到嗰啲咁嘅氣球、白攣嘅之類吹氣嘢，梗係跳嚟跳去㗎啦，係嘛？咁使得喺度搞啊？屌你老母，所以咪閪病毒咯！你點諗都冇撚用，你真係諗乜諗都冇撚用啊！喂，自己喂政府咁，我已經覺得係非常叻㗎啦。即係我睇翻件事，喂唔撚搞啦，揾間靠得住嘅批俾佢收錢。嗱，佢又唔收你錢，佢又免費呢檔嘢，咁佢點樣？佢營運我唔喺度咩啦，佢分租啊，或者凡我唔知啦。平時啲活動賺好多啦，攞贊助都得啦，係咪先？你淨係下面譬如 AIA 贊助，咁你已經係即係呢個咩啦？我唔去理。喂，你咁樣啊，諗住甩鑊噶啦啩？屌你老母，都係賓州，嗨你個字就係、是，即係你個人嗨啊，冇得講噶啦，嗨起上嚟就係喺人度，屌你老母，頭碰撞黑，即係等於屌你老母嗨。喂，啱啱屌咧。俾老細炒魷魚，屌已經好撚大鑊噶啦！屌你份工唔出點樣算？屌你老母！跟住屋企打電話嚟，喂你老豆入咗醫院啦，而家飛緊過嚟啊！條女話：喂，今日我哋屌你 anniversary 啊！你再唔嚟，我哋有結啦！好啦，哎，屌你老母算撚數啦，唔撚要啦！佢諗屌你諗趕去醫院跣低，屌你搭多鼻龍骨嚇！屌你老母原來去醫院原來老豆失救，屌你老母跟住屌你入埋廠，一時分缺嚇，跟住老母死埋，咪閪黑咯呢啲，閪撚到咁撚樣喎可以嚇、啊！好啦，另外。喺呢度係啦，房委會2010年起每兩年檢討公屋租金。今年根據機制既定機制，由於2021年同埋2023年嘅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
收入計算出個收入指數，發覺2023年的收入指數比2021年高了 10.73%， 高於法定 10% 的上限，於是乎呢公屋的租金呢它又不能夠 10.73% 加夠，就封頂加 10%。 即是老實說，你加 10% 就因為根據你們所謂的機制，很多人都說他沒話說啦，沒話說啦，這些就是政治咯。你2023年比2021年收入增多了 10%， 你說根據他們的平均收入來計，我當是啦，我不當當這些數是假啦。但是個洗費大家覺得這幾年追不追到呢？ 10%， 即已經是百上加斤，前途難料，一片灰暗的時候，屌你老母，你說加租 10%、啊，屌你老母。好啦，當然啦，嗱，訪問我睇啲訪問咧，冇人中意加嘅，無奈接受啦，唔係點啫？唔通上街啊？我唔通上街啊？定係我唔撚住間屋啊？好啦，好啦，然後咧，嗰啲基層咧，或最貧困嗰 10% 咧，即係嗰啲綜援户咧，就政府同佢哋比 ，OK， 即係你哋諗到啊，政府同佢哋比。就解決咗嗰啲最困難嘅，佢其實而家啲基層大眾都好困難嘅。你最慘就係你一唔考慮啲困境咧，嗱你嗰度其實可能成年咧講幾十億嘅啫，即係我唔知啊，我冇數。你可唔可以唔加咁多？首先唔好講唔加啦，唔加咁多，即係博到另一啲信息出嚟，係同市民共度時間。而家市民見到咧，我哋就真係好撚艱艱苦個艱。你哋咧就真係間啊間鳩個間，你哋加人工佢自己係嘛？劃一啊嘛，4% 啊定3%，我唔撚記得咗。3%。OK， 包括你哋嗰啲咁嘅問責官員啊。屌你老母，你蠢到咁撚樣，我又唔知佢哋咧究竟咧，又或者咧而家咧成日啊，即係喺度啊唱好我哋偉大祖國嗰啲啊朋友啦，係嘛？即係佢哋有冇去睇嗱？今日我又喺內地媒體度啊睇到啊。咩河南銀行定邊間啊？喂，直情倒冧倒塌，即係倒閉喎。咁啊，成班人咧有曬片啊！我喺微信度睇到嘅。情緊之事啊！成班人喺門口，即係哭哭喊喊咯。嗱，冇乜我見到係冇公安嚟搞啊，就唔同其他嗰啲咩發展商嗰啲啊地產啊，可能啲公安屌你自己死咁，大佬啲銀行啲錢。或者過兩日佢先打咧，仲未出糧啊？係，唉，嗱，未出糧，我都唔知你咁你點搞？嗯，好啦。中環下至搞曬成件事，我諗咧，其他網台話報道咧，可以開始睇到噶啦。OK， 屌你老鼠！首先咧，嗱呢一個咧，啊原作者做 N 咧，嗰啲設計咧，基本上係全部係 AI， 即係我哋播出嚟嗰啲，都係構想圖，原來係冇做過實物出嚟嘅，即係嗰啲幾十米、幾百米啊。咁於是乎。他們給他們的解釋就是說，因為你 AI 想到，即是等我們做設計這樣，想到和做到是兩件事，所以因為要做到有些東西呢會修整一下，所以就沒有那麼命難，這個是最初的說法。但我們看到就其實除了修整一下之外，最重要就是那個 size， 正如你所說，因為夠大，大到一個程度呢，就是 AI 的構想，那當然是會有一種我唔知點講，一種荒誕感，一種奇趣感。你就唔係，你最高個其實有啲都好大噶，十幾米啫最高啊。好啦，顏色你又唔肯認過用過綠色啦。其實講真公道啲講，嗰、那個綠色佢哋都冇用嘅正賽入邊，即係正式個 demo 嘅時候，只不過咧喺試嘅時候用啫。但是就被人拍到，但是那個發言人嗰陣時講話咩？喂，我哋淨係得粉藍啊、粉紅啊，冇綠色，就講到咧，好似人哋去屈佢，即係專登製造啲綠色去賴鳩佢哋。OK， 好啦，點知又俾人聽，喂，原來唔係喎，果然係證實咗當日，如果你影嗰張相，果然係有綠色喎。啊，嗱，即係有陣時咧，即係你哋幾唔冧都好 ，OK， 啊，即係講真。我就真的覺得不知道是不是可能真的不夠大，我不要講樣子，我一啲都我覺得真的不靚啊，同美感冇關係啦，唔係啊，唔係唔好用美感，同值得展示嗰個標準啊，係冇關係喎，係嘛？
你話如果唔係喂，你整到屌啦！講真啦，好似阿原作者做 N 佢嗰啲構想咁樣，哇！屌你老母，咁啊震撼啦！屌你等於喂，你好撚簡單啫，一隻大大撚過我哋嗰只我鴨啊，水水鴨嘅鯉魚門，屌你擺撚咗喺個中環度，哇過癮喎、啊、正喎、啊！屌你老母，你直情遮撚住曬後面所有 Hong Kong band 啊！中文啊，哇咁你話哇，屌你真係好撚堅喎，係嘛？擺到斷頭台都正啦、啊，擺乜都得，唔係啊！你甚至乎整個屌你叮當個頭，而家叮當啊嘛，係啊，好撚大個嘅，哇大撚到屌你遮撚住，屌你老母後面中文啊，天馬艦啊，喂咁我又覺得係一件事喎、啊，整條大賓州好啊，得字咁而家有啊，有啊，屌你老味，唔夠大條，屌你老味，你真係甩碌甩到咁撚樣嘅喎，可以好啦。原作者話非常醜陋，要求主辦方停止展覽。琴日咧，佢仲話喂冇啊，佢梗係冇啦。佢同你溝通嘅時候，係嘛？屌你老味！中環夏至嘅策展人阿 Grace 歐咧，歐瑞蓮咧，尋日接受商台訪問，佢話咧網上照片存有誤導，於是乎令人哇！你仲話人哋屈話我誤導。同日晚上。終於發表聲明，即係昨天我們做完節目之後、啊、他說同時呢又再揭穿原作者展前呢並沒有收過官方所發出的實體作品照片，之前你又說有給你上去看的溝通的、啊、不過不是都好，他都是昨天知道呢，他的反應比很多機構快、啊、昨天知道喂屌你有沒有屌你有沒有不要了，即始終是私營機構出來應酬，屌你老母閪，好過有啲人啊！屌你老母閪，又話年年考第一，屌你老母死唔認尋，搞個大頭髮出嚟咯！好啦，同策展人之前聲稱話有張照片俾做 N 咧，對方亦冇提到不滿嘅講法不符。你呢個咁嘅歐瑞蓮，屌你老味係，即係有陣時講嘢咧，即係係咪衝住道氣定點樣咧？因為有你冇得呃噶嘛，而家因為個歐係人都揾到佢噶嘛，在生噶嘛佢，就係嘛，好啦。主辦單位 Central Venue Management CVM 發表聲明，他為充氣奇蹟展覽引發的爭議致歉。他說活動舉行到下個月11號，希望有興趣的市民抽空到場參觀和品評。OK， 嗱咁你其實即係話過嚟睇下啦。而其聲明之中亦再引述原作者阿祖威的澄清，祖威話展覽開始前他並沒有收到和審視任何實物的照片。啊，咁佢肯認籌就算啦。咁啊，當然呢個講法同阿 Grace 之前講嘅咧，話完成實體作品亦有發照俾做 Angel N， 亦都冇提到不滿嘅説法不符啦。好啦，另外咧，阿做 N 話佢自己收到唔同媒體傳嚟嘅照片，質量不佳及不專業，因此難以準確評估實物嘅外觀。嗱、啊，這個、呢個咧係阿 Grace 講啊，唔係阿做 N 講啊。即係話阿做佢哋，即係話人哋阿做 N 佢哋收到嗰啲相啊，都唔係專業啦，係嘛？質量又唔佳，所以好難以評估實物嘅外觀。好啦，咁啊，但係阿做 N 就話明咧，嗱，其實今次咧，除咗授權使用概念之外咧，啊，我冇同呢個展覽冇任何關聯。OK， 事前亦都冇睇過，即係臨展實物就做之前亦都冇睇過任何相啊。我淨係咧喺自己集中喺自己嘅作品嘅藝術層面。關於其他展覽政治問題，唔該你哋去揾主辦方 ，OK？ 我就唔答啦。咁佢係一個關人事啊，無論點都搞撚到我，成班人就搶我啊！好啦，咁啊原作者話佢真係有咁講喎，充氣奇蹟咧，如果係咁樣係真嘅咧，就真係非常醜陋，要求佢哋停止展覽。嗱、啊，呢、這個唔係我講啊，嗱、啊，我又覺得咁樣嘅，唔做咗出嚟，你又做咩？你啲外國勢力講乜撚嘢啫？呢個我哋香港特色。總言之，我乜都係溝減三兩，你最撚賬啊！抄鳩你咪俾面你。係啦，屌喂，佢唔係話抄，佢話 inspire by 你啊！佢仲其實你又戇鳩嘅，一聽見係屌你老味，哇！嗱嗰度你又唔好同佢有咩關係啦！屌你老味，一係就收錢，嗱唔好講咁多，俾水。嗯。咁我就諗啲，你點樣搞到一撇撇都係嘛？好啦，或者啊做 A 個心諗，哇！屌你老母！我得 AI 張相出嚟啫，你咁撚戇鳩真係去做啊！屌你老母，要死唔俾你去死咩？係咪先？好啦，咁至於歐瑞蓮之前就話，從來冇喺今次自塔展品入邊使用綠燈，有機會相關照片咧係進行燈光測試
時候拍攝的。咁記者問佢：咁你係咪真係意思話嗰張想造假？佢話又唔能夠咁武斷咯。不過我哋真係冇綠色燈光咯，係得粉紅同粉藍幻彩嘅咋。好啦，主辦方咧其後就補充話，經過了解後，原來咧十二種顏色咧係有綠色選項嘅，而歐瑞蓮啊啱啱唔喺個現場。不過由始至終咧，佢哋冇考慮揾綠色嚟作該裝置嘅光影顏色。嗱，老實講啊，咩由始至終冇考慮呢？係多撚魚嘅，你係一定有考慮過。如果唔係你整十二色色嚟把撚咩？一定係逐個試噶嘛。係啊，你俾我哋咁嗰個算唔算考慮咧？你話冇考慮，應該佢入邊真係唔應該有綠色啊。咁至於你話做個綠色出嚟唔係大問題啊，不過就係搞咁啱得咁巧喺病毒咯。跟住頭頭行路，屌你碰牆黑，屌你老母唔會有好運行嘅。你而家做乜嘢決定都係會錯嘅，因為國家同一個人一樣嘅啫，一個地方啊。誒、哎，我都真係講得好，唔係國家。你因為你閪病毒啊，你做咩決定咧？心急咧，你都閪嘅啊！所以大家唔撚使旨意咧，會有咩好事會發生啊？直接轉運嘅啊！幾時你唔好問我啊！好啦，另外今日立法會繼續討論呢個外勞護理員啦。咁啊，政府話計劃未來咧三年咧啊，輸入多8000個配額，就係呢個護理員啦，即係老人家啲護理員。咁啊，吳秋北啊、一行人啊、阿歡姐啊，佢哋就話：哇！你有冇搞錯啊？之前輸入咗7000個，舊年。咁你而家又要8000個，係咪完全投降啊？唔覺得香港人會去做啊？你有冇去提升過香港人嗰、那個啊薪酬啊？喺呢方面，屌使乜講咩徹底投降啫？即係問心嗰句，呢啲係廢嘢。我一陣先講政府嘅立場。你香港人係確實係唔會去做喎、啊。OK， 你扮乜撚嘢為民請命啫？嗱，而家我就唔輸入啊，就唔輸入啲外勞，唔好話益唔益嗰啲老人院嗰啲老細先，因為老人院啲老細都係佢哋自己有嚟噶，我所知好多都係噶，係嘛支持佢哋嘅。我就唔輸入，屌你邊個去做啊？又事實上冇人肯去做喎，呢下子大陰謀喎，搞咁多年嚇，咁點解啊？一薪酬上唔到，我又唔明白點解會薪酬上唔到喎？如果有個基本供求，你諗下，如果你唔輸入外勞，佢而家14000中位數，14000你去做啊？照顧老人家，問心嗰句啱唔啱啊？但係佢哋有得輸入，咪唔使搞咁多嘢咯。如果你冇得輸入，以我對呢班人嘅熟性了解，屌你老母，我咪加到去30000人工，50000人工，你驚冇人做？然後咪加落你哋度咯。你哋搞唔掂咪同政府攞咯。呢班人嘅熟性嚟噶嘛。嗯。啊，只不過呢個就好，因為而家啲人真基本上真係少去做，所以佢又好有佢藉口去輸入啦。呢一班友。去年7000個，咁啊，孫玉涵咧就話咧，去年7000個入邊咧，其實咧係有4000個咧，就係有原有嘅補充勞工計劃嗰度輸入嘅，即係補充勞工計劃咧都有4000個名額係俾咗佢哋嘅啦。咁佢另外只係輸入3000個，其實你唔好講呢啲咩，照三冇四。總言之，你去年係咪輸入咗7000個？唔係咯，7000個。好啦，另外咧。申請咗8000個，因為預計點解咧？喺未來三年嘅啊，佢頭兩年就2000個，就3000個，第一年3000個，第二年3000個，第三年2000個。因為點解咧？佢話因為咧，隨住人口老化咧，個需求係有增無減，而事實上係真係我哋推出咗好多咩啟航計劃，咁我可以公道啲講，佢係有推出過嘅，我哋都講過啲新聞嘅啊。但係你個宣傳有幾多少，我真係好懷疑啦，係嘛？有冇呢啲啟航計劃？你哋有冇好似以前我唔知啊？我哋讀書嘅時候，譬如你到中六咧，而家就唔係中五啦，會有一啲啟航計劃嘅人去中學諗住唔考大學，或者去大專諗住唔升碩士嘅人去鋪路咧，又或者個啟航計劃你入去做，會唔會因此而可以 skip 咗一啲程序，成為一個註冊社工、註冊護士之類咁嘅嘢咧？宣傳夠唔夠呢？因為我唔覺得真係難揾得咁緊要嘅。如果你係有上升階段，因為有啲後生仔都中意老人家㗎，有啲細路仔 ，OK， 好啦。但大多數青年人都唔願意入行 ，OK。而入咗行嘅年青護老員咧，其後大多會晉升至保健員啊，原來係有嘅，有得晉升嘅。對院世嚟講咧，佢就會有培育咗人，但又係冇咗個，因為做咗保健員啊嘛，啊。老實講，你問我。去到而家咁樣，我覺得就真係啊冇乜辦法㗎啦。我哋又冇水，有水嘅時候都話啊，而家又冇乜錢，係嘛？係咪應該將啲老人家
送上大陸比較平咧，佢又喂咁睇醫生又唔方便喎，啲細路探佢又唔方便喎、嗯。老人家咧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其實就唯一就係希望咧，即係細路，即係後生仔俾多啲時間佢哋。咁、嗯、你話上面方便極都係有啲遠噶嘛，係嘛？咁你而家揾嗰班人落嚟，揾嗰班外勞落嚟。同我哋喂，其實真係好方便喎。如果你話喺珠海個頭就係嘛，即係嗰度真係方便嘅喎。好似我琴日個老友，佢話齋啊，而家搭船都死啊！我都冇問，我仲好戇居，都未搭過金巴噶嘛。係。佢話而家搭船你平幾多？190蚊張飛啦，一般嚟講200蚊到啦，係嘛？咁金巴咧就60幾蚊。嗯。去到人工島，佢話澳門搭到人工島60幾蚊啫嘛，唔使一個鐘。咁啊，人工島好多巴士噶嘛，好多車，你咪再轉翻。他們自己家裡咯、嗯 OK? 如果是這樣，是不是老人家真的可以有些港式的、講很久，其實有些的，你們但老人家有些人會出來出出入入的，有些不 是, 真是自己沒有行動能力的嘛，你平時什麼那些什麼、一掌心雷啊，那站就送上去上面、不是、應該是全部的了，我覺得屌你沒有東西的，你譬如這樣說，現在政府買位可能 有皮衣一個補貼的嘛、給他們，如果你送上去呢，政府咧就繼續補貼，因為上面平啲啊嘛。另外一半係俾你哋嘅後生，話俾阿婆婆、公公咁啊得唔得咧？係唔知啊。即係如果唔係，其實你真係要即係呢個問題，因為好大嘅。OK， 休息一陣。